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，光照百界第九首偈颂：或见思之后，微光最殊特，超一切世间神通力无等。清凉大师跟我们在书里面的提示，这首偈现神通时，调比难调，这首偈我们还是参考利益世间品，宋实处圆融痕，有四首偈颂。我们先看这个四首：偈子里面啊，“或见思之后”这一句啊，跟前面第五首完全相同啊，第五首头一句也是或见思之后，意思前面报告过了啊。微光最殊特，前面第五首啊，这个第二句是殊胜无比深，也很类似啊，非常类似啊，后面两句不一样了啊，这个地方超一切时间，前面跟诸位报告时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华严经上怎么讲法，这四首偈颂啊，第一首深入无数界，界兮到彼岸，无量界一念，一念无量界啊。这首偈我们要留意，第一首第一句啊，深入无量界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它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这个事情是诸佛菩萨实现的。啊，凡夫迷失了一真，把一真搞乱了，乱得太离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里面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凡夫，就是六道凡夫以为的时间跟空间啊，时间跟空间是从错觉当中发生的啊。你看看相宗百法明门论啊，论文很短，注解非常丰富，万字虚藏里面有古德六种注解啊。这个早年我们学教的时候都曾经学过啊，注解太丰富了啊。天亲菩萨讲瑜伽师地论里头，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讲的啊，弥勒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。天亲菩萨认为对初学来讲呢，太泛了，太多了，所以把660法了归纳为百法
诸位要晓得，百法就是瑜伽师地论的660法，再一展开呢，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用归纳的方法了。那么时间空间在百法里头占两个单位啊，这一百法分为五类：心法、心所法，就是心所有法；色法、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分成了五科啊，五大类呀。啊，时间跟空间呢，在五大类里面属于第四大类，第四大类叫不相应行法。啊，它有没有呢？有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啊，它不属于心法，它也不属于心所法，也不属于色法。色法就是物质，心心所我们今天讲精神，它既然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呢，抽象概念。啊，不相应行法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抽象概念，它是从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，这它什么都不是。你看看佛法这边好啊，拍得好啊，啊，说明它不是真实的，根本没有啊，啊，今天被科学家证明，啊，科学家在某一种情况之下确实是没有。啊，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它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那么佛给你讲空间时间，讲无量劫，讲这个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0,000,000,000佛国土，都是随顺众生妄想分别讲的。啊，这样讲什么？你好懂啊。如果给你讲极乐世界就在面前，你就不懂了。你会起疑惑了。啊，所以佛以二谛而说法，啊，这就是佛说法的这个根据，啊，据速谛呢，依速谛呢，就是依你们凡夫之见，依你们迷糊颠倒来讲，哎，你好懂。另外一种依真谛，真谛就是佛知佛见。华严经上讲的是真谛呀，正是法华经上讲的佛知佛见。啊，这个经上是诸佛如来所知所见，诸佛如来生活，工作，与一切众生往来，事实的真相啊！啊，所以这是示现给你，身如无数劫，无数无量。啊，无数比无量还要多啊！啊，在印度古时候，这是十大数之一。啊，一个无数是多少呢？无量个无量叫一个无数。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天文数字啊！啊，你看。见习到彼岸啊，这个到彼岸是印度当时一个很普通的术语啊，意思就是圆满。我们中国人讲圆满
啊，中国人也有一句俗话说叫道家，啊，道家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譬如你写字，字写得非常好，哦呦，你这个写字的功夫到家了。啊，你的厨艺，烧菜，烧的也是非常好的菜，哎，你这个手艺到家了。啊，到家就是顶好的意思，没有比这个再好了。啊，所以圆满的意思。啊，印度人称为道平安，我们中国很像中国人讲的道家，啊，意思就是圆满，啊，究竟圆满。下面两句给你说真话了，无量劫一念啊，无量劫可以变成一念，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。华严经讲的念劫圆融啊，如果时间要是真的，那就这个做不到啊。你怎么不能，怎么可以把长时间把它缩短呢？怎么可以把短时间把它拉长呢？那这个时间可以任意延长，任意缩短，它不是真的啊。这是佛菩萨境界，所以没有时间。啊，佛菩萨示现能够随顺众生的根性，随顺众生的知见。楞严经上讲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啊，随众生的心想，他来示现。众生确实有心想，所以没有神通啊，不能连接圆融啊。佛菩萨没有心想啊，前面跟诸位说，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在他的境界里头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。啊，我们再换一句话说，大家呢会更亲切的能够体会到，没有远近，没有先后，啊，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。美国距离我们10000多里，很远呐，在一真法界里面呢，美国。你那个地方的亲戚朋友就在面前，他没有来，你没去，就在当下。再跟你说，你入这个境界的，你对于他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看得到他，他看不到你。为什么呢？他有空间，他有时间。就这么个道理，所以诸佛菩萨看到我们，我们就在他面前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看到我们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些鬼神，鬼神他这个空间时间突破的层次不像佛菩萨那么大，啊，他能突破一些。啊，像六道，啊，六道里面的欲界天，尤其是欲界的地狱天，啊，地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，啊，卧轨道、地狱道，这很容易突破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太近了，
啊，小小一点定垢就突破了。又何况呢，鬼神有报德的五通啊，那是他的果报。所以这些鬼神呢，他能看得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。啊，他在欲界这一个范围之内，没有远近距离，没有时间的前后。啊，这是报德的。啊，虽然各个人都报德了，但是各个人的业力啊不相同，所以各个人呢这个神通能力啊不一样。层次越高的，他这个能力大一些；层次低的，能力小一点。啊，你比如一般鬼神这五通，他能知道人间一些状况。天上呢，如果没有修行的这些鬼神，四王天以上他不知道，他达不到了。在时间上来讲呢，他能够突破几十年啊，过去几十年，未来几十年啊，他知道啊，他这个没有这个障碍。但是讲几百年前呢，他就有障碍了，他见不到了。啊，这是能力小的啊。能力大的能够知道几百年啊，千年以上他不知道了。他们这个通的能力啊，个个不一样。所以东西方寓言里面，这个寓言我们很年轻就接触到啊，这些事情年轻好奇嘛。我请教过张家大师，我请教过李老师啊，小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，福建呢，这个嫁鸡孵卵的风气很盛。一般人家堂屋，供祖宗的堂屋啊，啊，堂屋都挂了一个笨鸡。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到福建，看到的很奇怪，啊，因为在这个长江两岸呢，我们家乡的时候没有这个。这个风俗没有这个风俗啊，但到福建，我住在建瓯，住在南平，每一个人家堂屋上都挂一个笨鸡啊，而且笨鸡它还用一个红布啊，很宽的红布结成袋子啊，把它装饰成，装饰得很好看，挂在那地方啊。以后我们知道了，那就是孵鸡的时候所用的工具，不用的时候他们把它供起来啊，在沙盘里面写字啊，扶的时候两个人啊，一个人扶左面，一个人是两个人手捧着这个笨鸡，笨鸡前面的时候有一只鼻啊，实际上他刻了一个龙头，龙的舌头撑出来啊，是木头刻的，在沙盘上写字啊，这两个人孵卵的这两个人一般都是不认识字的啊。什么人呢？
在那个时候要拉黄包车的。啊，现在黄包车没有了。啊，是有些地方还有三轮车，从前拉黄包车的，挑水的，卖柴的，不认识字。啊，在外面找他们来扶，啊，扶的时候给一点钱给他。啊，写的字写得很规矩，我们小孩在旁边看不认识。他写得很慢，大概一个小时的话写二三十个字。我们看了奇怪啊，所以我对于这个事情很相信。啊，以后遇到张家大师，因为我在台北，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是云玄学社道教的。啊，每一个星期他们都举行这个请机，啊，服软，我也去参观。我参观这个我不相信，为什么呢？他只是专门一个机筒，别人扶他就不会动。这个机筒扶这个机动的速度好快，也在沙盘里，我在旁边看很久，一个字都看不出来。而他口里念念有词，啊，一个小时下来的时候写几千字。我对这个不能相信，跟我从前小时候看的大不相同。啊，我认为这是有伪造的可能。啊，这个不是真的。啊，我把这个事情请教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伏击是确实有灵鬼附在这个身上，不是附在人身上，附在这个鸡的身上。啊，人这个手顺着他的这个气势啊在动，写出文字。啊，这叫灵鬼，有小神通。你问他最近的事情，啊，两三个月以内的事情，几乎他讲的都一点不错。啊，你问几年以后的事情啊，他就给你胡说八道，反正他说了也不负责任，你也找不到他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满清亡国就亡在扶栏上，慈禧太后相信着，国家大事他不找这些大臣来商量，他在祭坛里面决定，啊，看鬼神怎么说的，最后亡国。啊，这是违背祖宗的教训啊！中国古大德讲啊，国之将兴啊，听于民。啊，这个国家要兴旺了，做帝王的人听听老百姓所说的什么，国之将亡听于神。啊，国家快要亡了，他不听老百姓的，啊，他不听大臣意见，啊，他听神，啊，听鬼神啊。啊，鬼神确实有啊，你要有智慧啊，你不能被鬼神愚弄啊，啊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孔老夫子敬鬼神而远之，知道鬼神是一类众生，我们应当尊敬。啊，远之是什么？不听你的。啊，听谁的呢？听圣人。啊，听佛菩萨，佛菩萨绝对不用驾机扶鸾来说法，这个要知道。
要用嫁接说法，鬼神可以冒充。啊，那众生真的找不到依靠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了用经教啊，讲经说法了。啊，佛不在世了，把这些经教集结成为经典，经典就是教科书，一定要依教科书，不能够自己随便去编造。不迷信呐、啊、所以这些大德们他们有智慧 这些预言李老师告诉我，预言之依据，总的来讲有两大类。一类啊，离不开数学，数学理论来推断。啊，在中国就是易经，离不开易经。但是这个推断要很精确，啊，计算也很精确。就是小数点后面啊，三四十位错一个字，你的推断就不准啊，只能推断个大概呀，不是很准的啊。第二种呢是限量，现在是定中的境界，它是那个很准确。但是一般的这些预言的时候多半都是从数理啊，所以它有差距啊，可以参考，不能完全相信啊，这话都是正确的，都很有道理啊。另外一类啊，鬼神附身，他所说的呢，有的说的很准确，有的说的完全不准确，都要自己有智慧判断了，不可以盲从啊！啊，盲从，那你肯定要吃亏，你肯定上当，受别人摆布，啊，受鬼神愚弄了，这很不好啊！啊，所以同学送了一本书给我看，啊，就是美国这个预言家凯西。啊、他一生当中给人治病、啊、他也没有学过医，什么也不懂、啊、那个治病的方法非常神奇、啊、都是在睡觉，好像梦中说梦话一样、啊、你问他答复你、啊、那么他这个案例档案保存得非常完整、啊、听说有14000多个案例，现在成立一个博物馆，世界上有不少人到那边去研究啊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曾经在他那个图书馆里面去参观过啊，来告诉我啊，他说这个外国人对他很相信啊。我看了这个报告之后我们清楚他是灵媒附身啊，附身的这个神灵是一个有善心的，有慈悲心的啊，不害人啊，借着他的身体啊，他来做好事啊，所以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，他来做事。他的神通能力有限，并不很大啊，大概他所能知道的就是他所能突破这个时空很有限
啊，在空间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地球。在时间来说的时候呢，应该也只有一两百年。啊，时间再久远的话的时候，它就不太准确了。啊，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善神呢？啊，凡是合情合理的，他告诉你都非常准确。不合情不合理的，他给你乱想。你比如有人想投机啊，去买彩票啊，去问他啊，那完全不灵。啊，你有什么病痛啊，诚诚恳恳求他帮助啊，那很灵。啊，所以从许许多多这个案例说呢，这是个善神。那么肯定人有轮回，肯定因果报应通三世，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啊！我们看他的东西不学别的，就学这两样东西，确实有轮回，确实有报应啊！所以他说任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决定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决定没有突发的事情，无论什么事情都跟前世的因后世的果扯连在一起，决定分不开啊！所以任何事情啊，有前世的因，这一世的果，这一世的因，来世果啊。他说人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，通通都在学习啊，这个话说得非常正确啊。特别是佛法里面，你看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无量劫三大僧祇劫不都在学习吗？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？就是学习有时候中断，断断续续，这个现象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就看到啊。啊，我们把一生缩短成一天，你看这一天，有的时候在学习经教，有的时候在搞别的事情了。啊，即使在学习吧，他常常换科目，于是每一个科目都变成断断续续。这样的学习的时候，进步就很困难，很困难。不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所以这个修行时间需要那么长成就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果然能够平息万缘，一切都放下，只搞一门，成就不难。而且成就快速啊！啊，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，现在人讲特异功能啊，啊，神通之上真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前身大小广狭，个个不相同。再看第二首偈，一切皆非偈，唯是示现偈，无来无极偈，成就住偈思。这一首偈子可以说把时间也称为时节真相说出来了啊！时间真相是什么？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？我们看这一首偈就明白了啊！一切偈
非也。一切界是世间人的执着，非界是诸佛菩萨所看到的真相。啊，界是世间的，确实时间不存在呀。啊，虽然不存在，这众生有感，佛在有应啊，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，为九法界众生呢示现啊，为是示现界啊，这个事是世间的，世间就是讲的我们通常讲十法界。啊，因为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那些佛没见性，没有破无明，所以这个十界这个维次他没有突破，啊，他还是有时间，还是有空间，到一真法界就没有。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呢，这个才能突破。啊，突破时空维次。那么佛应化在这里呢，实现。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就不奇怪了。啊，能接受了。如果要是不实现这个呢，这个世间人说，哎呀，你是神呢，我们是人啊，我怎么能跟你学啊，我怎么能学到你这个能力啊，世间人信心没有了。所以佛菩萨一定要实现，跟世间人一样啊，与大家和光同尘啊，这样子教化众生，众生看到，哎呀，你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你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把他那个学习的信心启发出来了啊。那么种种实现，无非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而已。啊，一切众生，这时空从哪里变现出来的？啊，现在我们在经教里头了解了，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。立妄想分别执着，时间空间都不存在。第三句话说得好，无来无极界。无来就是他没有因呢，无极即是没有缘呢，也没有果啊。啊，成就住皆是，那是实现啊。这个就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。啊，大经上讲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讲事实真相。不但时间空间不可得，世间所有一切万象都不可得。所以般若经上总说，一切法，一切法包括时间，包括空间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
啊，常常啊念这一句偈，啊，这四句话了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十二个字，常常念的，哎，常常如是思维，哎，总有一天呢，豁然大悟，这个大悟了，就入境界了。你就自己亲证，确实如此。啊，一部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玄奘大师翻译的，260个字。你们想想，是不是讲的这种事情？啊，这才是世间一切法的事实真相。啊，思有没有呢？有，理上没有。啊，相有，性上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些幻象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梦幻泡影呐。啊，这些幻象啊，你可以欣赏，你也可以受用。你决定不能具有啊！你要是据为己有，那就错了啊！为什么不能具有呢？他毕竟空啊，他无所有啊，你怎么能据为己有啊？那你据为己有是一个幻想。也是一个抽象概念，绝对不是事实。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！难为佛菩萨为一切迷惑颠倒众生做实现，帮助他们觉悟啊，帮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。我们要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，去学习。这个两首讲的时间，下面两首啊讲空间，于以微尘中，普见一切佛，设方一切处，无处而不有。微尘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普贤菩萨，这我们在前面读过了，他有能力于一微尘中普见一切佛。啊，普见一切佛就是普见一切世界啊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，一尊佛教化区是一个世界，
这个世界通常叫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一尊佛的教化的区域啊，这个我们一般讲这是标准的，啊，还有佛的缘非常殊胜的，对，因中界的缘不相同嘛，所以有一尊佛教两个世界的，教三个世界的，乃至于十几个世界的，不相同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我们也能够理解。从什么条理解？从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我们能看到。你看有人学佛非常喜欢跟人结法缘，有人学佛只顾自己啊，不给人结法缘。那将来不给人结法缘的啊，结的缘少的，他的教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，欢喜给一切人结法缘的，那他的教区可能就有好多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老师常常嘱咐我们，提醒我们要与众生结缘啊。我们同学那时候练习讲经啊，台中莲师在台湾，北到新竹，南面到鹿港，在这个地区里面总共有17个部教所啊，那都是我们学生练习讲经的地方啊。可是有的同学法缘很深，有的同学法缘那就很差啊。有些同学去讲经啊，啊，有100多人听啊，有些人去讲经啊，3-5个人听啊，不一样啊。老师就说了，个人法缘不相同啊。法缘从哪里？结的，你要肯结缘啊。有人前世结的缘很殊胜，有人前世没结缘，前世没结缘，现在结缘还来得及。所以我们在李老师麾下了，就学会了结缘。啊，其实我们能力很有限的。啊，结缘听说都是要钱，那么以前老师说不必要钱，真诚心、欢喜心、笑面迎人，这就是结缘了。啊，不失欢喜不要钱呐，不失诚恳不要钱呐，不要钱照样能够积功累德。你为什么不会做呢？见到人都板着面孔啊，让人家看到你的时候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这就是你不懂得跟人结缘了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，特别在中国，祖师大德，啊，他们建造道场。你一进山门，头一个看到的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不带和尚，中国人呐，啊，把他的像放在大门口，放最当中啊。你远远进山门，头看到他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不失欢喜啊，所以中国人称他做欢喜佛。
满面笑容啊，这就是戒缘呐、啊！啊，你一进佛门，戒欢喜缘。人与人之间要笑脸常开啊，啊，不可以板起面孔啊！板起面孔，谁会理你啊？啊，你对别人笑，人家对你笑啊；你恭敬别人，别人恭敬你啊。啊，你每天板着面孔不理人，谁愿意亲近你？啊，这个人就没有人缘。啊，谁都不喜欢你。啊，你自己也感觉的时候，跟人家格格不入，不能相处。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你不知道错在哪里。啊，错在什么？错在不会笑。啊，你说佛法教人，头一个就是教你会笑。啊，弥勒菩萨摆在那就教你会笑啊。啊，对人心地厚道。啊，帮助别人心要细，要照顾周到。啊，这些都是广结法缘嘛，不必要花钱嘛。啊，普贤菩萨真的是广结善缘，十大愿望你看看，礼敬、祝福，祝福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都是结缘。啊，然后才讲修行。真正修行是什么呢？忏悔业障是真正修行。啊，真修就这一句。随喜功德也是属于忏悔业障啊，为什么呢？人有嫉妒心，看到别人好了心里就难过啊，这是很大很大的障碍啊。怎样排除呢？修随喜，看到别人好事心里生赞叹欢喜啊，成就他的好事，成人之美呀！啊，我们常常愿意成就别人好事，别人也会成就我们的好事。啊，你要是嫉妒障碍，人家对你也嫉妒障碍，你不就自找麻烦吗？是因缘果报如是啊！啊，设方一切处，无处而不有。啊，这个意思我就前面说过了。重重无尽的法界啊，我们要晓得啊，这种不思议境界绝对不是能够用思维想象你能够了解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境界就现前啊。所以佛说法不欺骗一个众生，你会自己会切入，你自己会证实啊，你才晓得佛的言语
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。啊，你会证明啊，这个是佛法殊胜之处啊，佛法伟大之处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